来，你补充。我补充一下，韩国瑜的起手是很漂亮。他找了周万来，是啊，考试委员，以前是立法院。我简单讲，周万来这个人是个立法院的活字典。我用最简单一个例子，上一夫不是号称立法院活化石吗？上一夫对立法院的说活化石哦。对啊，因为最老的记者嘛。哦。现存还在线上。那上一夫只要对立法院的议事规则，因为最怕的是你当个院长，你连议事规则都搞错嘛。周万来的功能，他是立法院最熟的。没有人比他更。从基层上来的嘛。不止立法院的议事组的科长、主任。立法院的议事处处长、顾问、考试委员，对，好，他基层上来的，他是连老王都要问他意见的哦，王金平都要问的，就是你，所以当他第一时间当选院长之后，他第一个拜会的就是王金平，对，好，那么王金平也太了解韩国瑜了，他的缺点是什么嘛，所以就补了这个周万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居然可以找叫能够请得动周万来，我不认为是韩国瑜自己啊。那周万来出来之后，至少他对内，周万来不是因为在立法院待了够久，他不是只熟悉议事规则，他对立法院整个在文官系统里面他的辈分都够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不是国民党，不是国民党的，他不是国民党，你不会把他算成蓝的嘛？是，所以他的起手式里面已经避开了很多批评。是，然后双十节，你会看到中华民国那个红色的那个大双十，到处都是。哦，我懂了啦。找他当立法院秘书长，其实真正操办双十业务的是秘书长，还有对不对？他会把中那个蓝军最喜欢的那个大十字有没有？给带出来。国民党的国民党粉蓝粉，这七年多以来最恶作的什么？他觉得看不到，每次双十节的时候都看不到那个大红十字高高挂，对不对？韩国瑜会做到了。哇，今年的双十国庆会很复刻蒋经国的事情，对对对，有复古风，会不会那个马又再出来了？你知道吗？两只马都跑过去，可能总统府前面全部是国旗。然后你想象一件事情，这个时候是朱立伦的声望高，还是卢秀燕的声望高，还是蒋万安的声望高？韩国瑜的声望高，他最高，三个都没讲到。重点是他拿那个玉玺要拿给赖清德。对，他现在国民党很嗨哦，国民党选输总统还那么嗨，很奇怪耶。算是苦中作乐啦，虽然卢秀燕也好，朱立伦也好，要感谢一个人。那个人叫做柯建铭。如果没有柯建铭在2016年的时候，他们去主导修改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之二。规定正副院长不能参加政党活动。我若如果没有那一条，韩国瑜还可以兼党主席耶。有这么好康吗？2028对到韩国瑜，对民进党会不会太舒服了？不，三组选他是硬的，两组选是不硬的。是对柯文哲有没有压制力？牵制力？所以嘛，有。我在此宣布，韩国瑜就是我的小草，我全力灌溉栽培韩国瑜，不批评。可是韩国瑜显然他在这一拖，他希望大展身手，对不对？人生起起落落，被罢免两拖，对不对？立委被罢免，市长被罢免，起起落落，这一拖韩国瑜一定要好好罢免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做啊！罢免你看你心里，你刚刚先当选就要先罢免，不是说他是你小草吗？我灌溉他，藏不住嘛，赵之心藏不住。再更好，我再调整一下你的小草啊！我再调整一下，韩国瑜一上面就疯狂找职务代理人嘛，职务代理人我就讲嘛，对不对？昨天这个副院长找江启臣嘛，对不对？江启臣见外宾的时候，他就喊 Good morning， 然后之后就全部交给你。他 Good morning 喊得出来，有这么轻松？可以的 ，Cheers！ 他们家是开双语的 ，OK？ 我跟你讲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要跟他说 Hot Dala 不是这个英文哦。没有，Hot Dala 开头喊 Good morning， 昨天江启臣结束喊 Cheers。大家觉得 OK， 江启臣应该不太会出包。然后呢，原本笑想把游锡堃叫来当办公室秘书长，对不对？因为原本呢是说办公室跟游锡堃一起用嘛。笑想叫游锡堃来当办公室主任嘛，对不对？游锡堃断然拒绝，老子辞职不干。好，那现在呢找了这个，所以他辞职是为了韩国瑜干的。老子不干，好，那没办法，一计不成，再生第二计嘛，找周万来嘛，对不对？第二计周万来啊，对不对？立院活字典的字典，
上亿夫是立院活字典嘛？活化石，活化石，活化石，活字典都是一样啊。嗯，上亿夫说他自己这个那时候不会，都去问周万来啊。哦，王院长不会的时候也都当那个去问周万来啊。嗯，可周万来因为2014年就离开了嘛，哦，中间十年有些变化，我，可能需要恶补一下。嗯，哎，周万来是厉害到什么程度？厉害到他是出3本书讲立法院议事规则的。嗯，很多助理要看过才能当助理的。哎。这厉害啦！所以韩国瑜真的是蛮会用人的，蛮会用人的。你看他高雄市就用李四川，李四川呢，他知道他需要职务代理人嘛，对不对？他不在乎这种排序或面子。可是韩国瑜还是要克服一个早睡早起的困难。嗯，好，早睡早起的困难，还记得吗？那时候韩国瑜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，这个说这个市长8点就上班，可记者在家门口堵啊，1点多才出门，哦，从车头上开出门。后来韩国瑜还贴一张说他在洗衣服的照片，有没有记得？他说他在家洗衣服，哦，所以比较慢出门，所以韩国瑜还是要克服啦，不然。对，第一天上班就没有来，这样不太对劲。但是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们都知道，未来4年最大的战场在立法院，这是唯一的舞台，唯一的战场。嗯，有点类似什么？2004年的王金平，那时候国民党在野，唯一有的舞台就是在立法院。嗯，所以王院长那时候在调衡底台，声势不错，还跑去跟马英九初选总统嘛，是不是？之后还输了。嗯，所以确实哦，我觉得王金平那时候这样做，韩国瑜现在也会这样想。好。